干嘛？他想干他也不干，啊、哦。没有，就当时在睡觉，我就去干我自己的事情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嗯。万一吃完就睡。不能把你一个人落在这吧？所以我想问你，想干点什么，我就带你去。嗯，想到了，又想说话。钓鱼，干嘛都行。对啊。所以一直在问你想干什么，做什么。我的意思是不用那么麻烦，幺零哥哥，上午又杀鸡这样的，我很不习惯这样子，就是我不太习惯这样子，因为我。那你去老板那儿，那老板不是也要搞好吃的，搞。老板搞那一大群人，他给雇了一大群人。那不是啊，他不是单独。帮他做啊。你客气，我也客气啊，我煮了。我就不客气嘛，你这样子是不是？那我吃完了。我吃好了。好吧。走吧。我可好，我这是碰卡死。谁就把我当客人，必须客气。欢迎大熊，红哥也兴奋，欢迎。我可能习惯了。嗯，我在师傅那的时候，师傅就自己就做什么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都不会很客气，我就起来，我就该干嘛干嘛。师傅就是他，就该干嘛干嘛，就这样很自在，还好一点。水牛太客气了，他什么都啊，什么都替你着想，这样子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包袱。嗯。今天怎么耍？怎么耍都行。那样自在啊，那怎么不懂代课知道了？我们这样很自在，我习惯了那样子，我觉得那样挺好呀，就自己忙自己的，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，就是我们就如果有共同的事情就一起。我是很不习惯，水牛太迁就我了，你太迁就我了，我就不习惯。你要忙自己的事情，你不能全部将就我呀。欢迎虾爸爸。
玩爆气球游戏。我们平白无故去玩爆气球的嘛，有大哥下单吗？有大哥下单吗？接受也不行嘛，我不就就是做什么都不对呢。谢谢老家伙的荧光棒，欢迎米寻。我说也到了通话，我们有。